妈，生日快乐！哎呦，这是怎么还买两个蛋糕啊？这多浪费啊！你们两个买一个不就得了吗？哎，是不是蛋糕店打折，买一送一啊？啊，对对对，没错，小姨没错，说的是。哦，这店还真豁得出去。没事儿，吃不了，回头我带你亲戚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哎，大姐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妈，您看看怎么样？哎呦，真漂亮！漂亮吧，妈？哎，真好，漂亮。我们俩特地给您订做的呢。是啊。哎，好，真漂亮，真漂亮。好。哎妈，嗯，今儿是59号。啊。那咱们别差59根了，要不跟刺猬似的，多费劲。那怎么摆呢？要不妈，嗯，要不这样，咱们一头放5根，一头放9根，好吗？哎，还是我们义林有办法，咱们家啊就是离不开义林。是，来来，火鸡呢？火鸡呢？这儿这儿来，好，点一个，给你点一个，好，好嘞。多高兴啊！就是。行了，姐，这赶紧吹吧。别以为我没过过阳生日啊，我还没许愿呢。我，哎呀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有什么好许愿的？啊，省的吧。这可不能省啊！我这个愿望啊，是代表咱们全家人的幸福的。我希望义成和依林和和睦睦的走下去，白头偕老。我许愿了啊！哎，这谁来了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倒杯水啊！行行，我呛一下。阿姨今天过生日啊！阿姨，祝您生日快乐！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长命百岁。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在这团团圆圆吃一顿饭，你这瞎捣什么乱呢？你还让不让我们过日子呀？什么都别说，别走。我不走，我是来给阿姨祝寿的呀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我们自己家里人吃饭，谁请你来的？阿姨，什么叫我算什么东西啊？那他算什么东西啊？他都不是你们家媳妇了，还跟你一起过生日呀？黄依林，你都跟我们义成离婚了，你怎么还赖在这儿呀？什么？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说你什么意思呢？谁离婚了？你听谁说的？你胡说八道！他本来就是离婚了呀，您不知道啊？谁说他们离婚了？哪回事？谁说？我跟义成离了。妈，妈，妈！病人有心脏病史，你们怎么能让病人受这么大的刺激？这是急性心梗，如果抢救不及时的话，后果很严重。你们好好照顾病人吧。心脏病，这个我真是不知道。我就是在想，你妈今天会不会一高兴啊就接受我了呢？我真的是这么想的，只想了这一些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现在就跟她承认错误去，我好好伺候她。
你要想让我妈死，现在就杀了。我怎么可能想让她死呢？呸呸呸呸呸！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那你说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我他妈就是一混蛋，压根就不该活在这世上。你干嘛呀你？对不起对不起，都怪我行吗？要怪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这样吧，我能帮你什么忙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是养闺女好啊，老姐姐，你这闺女啊可真孝顺。她不是我闺女，她是妈。说好了不说这个的，医生可说了啊，你要情绪稳定。我在呢。上去啊！妹妹，帮哥一忙，上去看看我妈怎么样了。有什么事给我来一电话行吗？什么意思呀？你怎么不自己去看啊？老太太现在不想见了。行，知道了。再上去。嗯，上去了。黄总，找了一夜了吧，辛苦了。要不这样，我跟青青在这守着，你回去休息一下。不用，一会儿爸爸，一会儿义成的爸爸就会来的。青青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累着，照顾好他。你也是，照顾好自己。有需要的话，随时给我们电话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妈，我哥在下面可待了一个晚上，就想看看你，要不你让他上来。那行，那就让他在下面撕过去。回去吧，你妈现在状况挺稳定的，你等她脱离危险了。